我今天在跟大家直播前，我跟汪小菲确实真的通过电话，我答应他一件事情，我就丢这三张照片。那后面还有没有东西呢？肯定还有啊，肯定还有啊，怎么可能没东西啊？没东西，你们还会关注吗？对不对？肯定有啊，有一张照片。我今天我只放三张照片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点到为止。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，我确实手上有这样的证据，确实有张英以外的女孩子，而且重点是，这些女孩子都是在大 S 跟汪小菲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出现的。这三张，那这一张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要这脸就绝对不可能有亲吻。你们大家去想个问题吗？两个人接吻的话，哪来的正脸啊？是吧？是吧？嗯，今天就这三张照片。我希望汪小菲不要再说这不是你了。我也希望汪小菲，你也不要再说子虚乌有了。我知道在我的直播前，你把昨天对我的质疑“子虚乌有”这四个字的文章已经撤掉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该爆料的我还是会爆料。OK， 大家可以听看看录音。今天又烧到了大 S， 你知道今天整个下午大 S 被你烧到，说是大 S 请人过来啊找我拍您的。小飞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说谎话，我被撤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小飞哥，你听我说啊。太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对，没错，我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跟你说，我用我人格担保，如果我说谎话被车撞死，大 S 没有给我打过一通电话，我跟大 S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交集，一句话都没有，连一个文字都没有。所以，我觉得你能做的是帮大 S 澄清。几个小时前，王小我觉得你现在最好的公关是做这件事情，跟他公关，你阻止。你要阻止我这边放出消息，我只跟你讲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你昨天打这个东西，今天媒体这个样子，真的来不及了。这是必须给交代的，我不会加油添醋，多的我也不会说。我就针对你被拍了什么的，其实我都。那你今天晚上九点看直播就知道了。我今天我只放三张照片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点到为止。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，我确实手上有这样的证据，确实有张英以外的女孩子，而且重点是，这些女孩子都是在大 S 跟汪小菲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出现的。我今天在跟大家直播前，我跟汪小菲确实真的通过电话，我答应他一件事情，我就丢这三张照片。那后面还有没有东西呢？肯定还有啊，肯定还有啊，怎么可能没东西啊？没东西，你们还会关注吗？对不对？肯定有啊。